Hello，David。嗨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再来看锅。对啊，我们公司有很多形形色色的锅具，能给我们讲一下吗？好啊。Hammered pot。你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么多锅都是纯纹锅，我手上提的这一款锅呢，我入手厚重感很强，这个美感。它其实是只有3层钢，走锤打工艺，它的工艺精美，好处是加热很快呀。然后受热也很均匀，它可以制作很多不同的颜色，我们可以做金色、银色、玫瑰金，可大可小，有一人一锅，有多人锅。Copper pot and enamel pot。现在给大家介绍两种，材质的锅，一个是铜锅，一个是搪瓷锅。铜锅呢分青铜、黄铜、紫铜，给你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。搪瓷锅呢，我们可以加中国龙头。牛头、巴蜀文、中国结、脸谱，这些铜锅呢，统统都可以满足中国火锅的文化。Stainless steel pot。除了不同文化的火锅呢，我们还有能够满足大家不同需求的火锅。像我面前的这么多不锈钢锅呢，比如说这边这个叫鸳鸯锅，还有子母锅、奔驰锅，三格的。然后还有这个鸳鸯锅跟子母锅的组合，已经有一个凤头的造型，更加丰富多彩。最多的还有9宫格的这种锅，还有一人一锅。这里呢，还有我这种的防烫处理的效果。这个盖子加上我们的锅，这个密案的材料可以防烫，还有这种锅，一人一锅也可以做得这么很古朴，很方便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！以上这些都可以在电磁炉使用的锅具。当然了，还有老北京的铜锅、花锅、麦饭石锅等等。想更多了解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，随时联系我们哦。